阁下，我们阁下的罪行依然为阁下及同僚所判决，所有罪行依然发生，于仅能竭其责任。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我腾冲人民，故于谢绝阁下。 天道阁下，来书以同冲人民痛苦为言，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则于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然事态之演变，已使于将可予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 好了，新华日报，好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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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报，快吧快吧，新华日报，快吧快吧，新华日报，快吧快吧，新华日报，所以要求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 张文德老先生，还有他带领的民众，在日寇的枪口之下，不屈不挠，为沦陷区的抗战竖起了一面旗帜，了不起，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党要坚持全民抗战？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意义就是要让所有的沦陷区都像腾冲一样，让所有的政府官员。 都能像张文德老先生一样，铮铮铁骨，全民参战，拿起武器，不做亡国奴，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副局长，你也看了今天的新华日报？嗯，这位张文德老先生，他原来在昌宁做县长的时候。 我有缘见过他一次，何局长，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更不认识他，但是我读了他的打天导书，我却发现我看到了他的内心。慢慢说话，别着急。何局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想再请求你一次，你答应我入伍吧，我想上战场。 杀敌报国，求你了。走吧，我同意了。真的，谢谢你。 行，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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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先礼后兵。张文德和他的抵抗组织却拒绝与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他们要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As a military officer, 作为军官 you must have the courage to take your men through any risk. 你们必须亲身体验士兵承担的危险 whether it be on the training ground or in the battlefield, or else there are consequences. 否则你们会犯指挥失当的错误 So today, under live ammunition, we will test your courage. Under live ammunition, in what I like to call the trench of terror. 今天你们必须在实弹的压制下 Under what I like to call the trench of terror 快速通过死亡通道Four soldiers per group Let's start now 四个人一组开始、Lock and load, gentlemen. Ready? Fire!
did I tell you? This is all your fault. You don't care if these soldiers live or die. I didn't mean for this to happen. It could have easily been avoided. You and your stupid change of terror. I didn't plan this. The field manual says that we have to train these soldiers in combat, and I do what the field manual says. Okay? I guess you think they need to be trained in dying too? Don't yell at me. If you want to yell at somebody, go yell at the guys in the Pentagon. They wrote the goddamn manual. Listen, I'm sorry. I didn't mean for this to happen. It's a goddamn nightmare. 他说，这不是他想看到的。没什么大事，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放心吧。我驴似的，哎呀，别吵了，这是医院，都小点声吧。坐坐坐，你们急有啥用啊？今天的事件非常严重，军官们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意外。因为发生事情的过程中，我就在那名受伤军官的身边，清楚所有的细节。问题不是细节，问题是美军教官视中国军人的生命如草芥。这不过就是个训练，是整训的规定科目，是得到中方认可的。可谁能保证那个美军机枪手他不是有意射杀中国军官呢？行了，谢校长，你想说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同军方面写一份报告。你看啊，今天除了军官被打伤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件，在没有经过中方许可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被他们以执行任务为名调动出去。所谓的中国驻英军确实存在着执行不力的问题，确实有可能变成英美的雇佣军，所以你有义务向上峰报告，现在的中国驻英军确实存在着管理不严的责任。啊，还有，少恭，想必你也听说了，美军方面提出了两个在我认为很无理的要求。一个就是，他们要求我们中国驻印军团级以上军官一律由美国军官担任，听说了吗？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不可能。重庆统帅部不会答应，美国人也没有理由坚持。还一个就是，驻印军全体官兵的军饷无需再经我们之手，一律由他们发放。你不觉得这是个笑话？这两件事情你都要写到报告里，而且要表明是代表广大官兵的意见。那如果我不写这个报告，统帅部会不会知道这两件事情？统帅部当然会知道。你的报告
是代表基层官兵意见。还有，我相信，如果按照美军的意思发放军饷，那么中国军官肯定是不会答应。美国人为什么提出来要由他们发放军饷？他们给的理由是，中国军官层层克扣。那事实上有没有层层克扣？曾经有过。那这是件好事啊。如果有，此举正好避免；如果没有，我们为什么要上赶着摊这种嫌疑啊？报告我可以写，但是我的评价是，美国人做了件好事。少光，你没忘了你的使命吧？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有两件事情人不容易忘记，一呢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二是让人恶心的事情。这跟个人的好恶没什么关系，但是这跟阴谋有关。你怎么了？你喊什么？谢校长，说破了天，我的所谓使命就是你们阴谋的一部分，来夸大新三十八师这支部队问题的严重性，来影响重庆对这支部队的判断，最终做出由你取而代之的决定。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认为这么做太卑鄙了。少光，这里边有你的前程。我不需要这样的前程。报告我可以写，不过报告的内容跟你所想象的相去甚远。等等，少光，你别忘了你在重庆是签了军令状。我忠于我的职守，但是更忠于我的良心。少光，无论是个人前程还是国家的利益，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够同心同德。今天讨论的这些事情，我想仅限于我们两个人知道，明白吗？躺着别动。怎么样？还好。你呀，真够幸运的，两颗机枪弹愣没伤到你骨头啊！我还没用。哎，别这么想。我给中国军丢脸了。你呀，你是没上过战场。哎，以后你就不会这样了。我们以前啊，都这么过来的。好好养着吧，睡一觉，啊！哎，来来来，弟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弟兄都过来。弟兄们，联名抗议，让美国佬滚回家。连战场都没上，有什么资格当咱们教官？大林，你说咱们这么整能行？不行，不行就拉着队回国。我告诉你们，一位老华侨告诉我一条能够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小路，能走罗马，从那个大吉岭走，最多半个月就能到中国。我告诉你，咱们就是道上吃点苦，也比在这儿遭这个羊最强啊！是啊，是啊，对，快点，快点，来。咱在缅甸战场上救了他们多少人，到头来他把咱们不当人看。那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翻眼山回国呢。对，对，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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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哪里？明天我就送成谢副市长。哎，来，来，快快快快，这好，这样行吗？别那么的，快去。所有人都签啊。有啥不好？我签，我告诉你，是新三十八师就都给我签。对，劲儿行，快点，快快快，写清楚点啊！前一眼睛的劲儿行，快点，快快快，写清。到我了，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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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了好了，什么字儿呢？你这是都不认识。哎，大钱，哎，签完再走啊？我给团长洗裤子去。哎，大钱，把字儿签了。裤子我替你洗，你要不签的话，可跟美国佬一块滚蛋啊！不是，我不会写字儿，你来吧，你过来签。我不会写字儿，不是你不会写字儿，那天你看报纸啊？那装的吗？我不都看法的吗？兄弟，真不想让老汉当头。签了吧，大钱，你签不签？我可告诉你，我们新三十八师可不收留残兵败将啊！回去。谁是残兵败将啊？那就签了。那不是签个字吗？签。团长，他们让我签字，我没签，我给您洗裤子。哦，老韩来的正好，签了吧。弟兄们都签了，就差你和大秦了。等鼻子上烂了再自带，愚蠢！各位，你们来兰姆家是干什么来的？是受训来的，是长本事来的，让人家美国教官滚蛋？你以为你们是什么？拍拍自己脑袋想想，真以为人家没打过仗？我看你们是怕自己营职以上的位置让给别人吧？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心甘情愿把位子让给美国人呢？我不情愿。士兵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只有我们才能跟他们生死与共，也必须是我们。那你说了半天，你这境界也没高哪儿去啊？我境界从来就没有高。带兵打仗，让自己的弟兄少流血，少死人。这就是我的最高追求。不怕伤了你们的自尊心，中国和日本同级军官站在一块儿，你们的军事素养比他们差得多，信吗？你说的这号军官啊，我相信肯定有，但我告诉你，那一定是二百师的。我们新三十八师就没打过败仗，没打过败仗不意味着永远不打败仗。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常胜将军。这我们新三十八师是不是？你们新三十八师，对不起，我也是新三十八师的一员。我听说这里有人把自己比喻为天之骄子，说出来，有本事训练场上见。战场上见。行，那就散了，散了。老李，咱不跟他计较，有劲儿使在大脚驴身上。
What time is it, soldiers? Do we see light coming in these windows? You have to be the biggest bunch of worthless soldiers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in my 10 years of experience here in this force. What are we doing? I don't see you moving quick enough, soldier! What are you doing? Are we wasting time here, soldier? Let me ask you again. Are we wasting time? Are we wasting time? What are you doing making your be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Get on that drill field right now! Get on that drill field right now! Drilled in 15 minutes! Drilled in 15 minutes!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Soldier, quit wasting your time! Do we have a problem here, Mrs. Lee? What? I said, do we have a problem here? Get outside right now! What? How dare you! Shut up! 冷静！你个怂样子，我让你知道知道腊八是通过四天。大教练，我告诉你，这他妈就是你侮辱中国军官的下场！你还叫！ 杰尼森教官，你可以向师部或者是总指挥部的任何一级长官申诉。Major Jensen, you can file the report with the commanding officer. What kind of a soldier do you think I am, huh? Want to file some report? I'll tell you what. I am through being your drill sergeant. 他说他不想申诉。 但他拒绝再做你们的教官。为什么 ？Why? These soldiers are nothing but useless farmers. It's no wonder you're losing the war against the Japs. 他说，中国军人确实太烂。
难怪打不过日本人。你们几个把耳朵给我竖起来，听好了。 知道你们的行为叫什么吗？冰皮！不但美国人看不起你们，我也看不起你们。将来你们的士兵也看不起你们。说话留神点，这还轮不到你。轮得着我早让你滚蛋了。怎么着？还不服气啊？不是李克局，你咋的？一天天，啊？ 想打仗，我陪你，一看你比我高，你不好使。行，等待处罚吧。让！ 诸位对美军的训练方法，还有个别军官的做派有意见，甚至是反感，谢某可以理解。你们的意见，我也向长官部转达，要求美军方面改变这种不尊重，甚至是伤害中国军人的态度和做法。但是我们也坚决不提倡你们以拒绝训练来进行对抗。训练。 是应该无条件继续进行的。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下不为例。韩少功留下，其余的继续训练。杨有俊，毫不走。 少光，我们俩必须得谈谈。我跟你无话可说。少光，你听着啊，我必须要跟你谈谈。听我的命令，上车。 恐怕我要向你透露一个坏消息：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反攻缅甸计划，被英国人扔进了垃圾桶。嗯，为什么？他们的理由多的让人眼花缭乱，但我猜得出他们在想什么。 这样的射击训练，从来没见着。以前我们跟日军作战，打一发子弹，上一子弹，还没怎么着呢，日本人就已经冲到面前了。现在，汤姆逊冲锋枪都已经配到班里了，来到他们家，这种打算就没断了。 美国人有打不完的枪炮子弹，用不完的钱。
小光，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搞清楚。现在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在印度的拉姆家接受美国人的装备，其他的都是次要。那战术训练、体能训练就都不要了。那如果这样，士兵的战斗力从何而来？你怎么还不明白？美国人的武器装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你就看看我们现在的装备，坦克鹰就两个，这在国内想你都别想。就说咱们的战车一营装备的那30辆，重达32吨的希尔曼中型坦克，它比日军的95和97式坦克比起来，简直就是个庞然大物。还有，二营装备的那斯图瑞克轻型坦克，500米以外就能把日军最好的坦克装甲给击穿。这都说明什么？装备就是战斗力。装备固然重要，但是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是取决于人。你是怎么都开不了窍。看见了吧，兰姆家就是上帝的恩惠。这儿啊，43家餐厅，2间牙医诊所，还有2家带手术室的医院。你看，鞋店、洗衣店、理发店，还有这土气的赌场，专门提供女孩子服务的按摩小屋。你要什么吧，应有尽有。兄弟，我说老兄，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等回国的时候，带回一支拥有世界一流装备、国军军史上绝无仅有的精锐部队。谢小张，我真没想到，时隔一年，你的变化会这么快。你不准备反攻缅甸了吗？不为兄弟们报仇了？国际形势变化这么快，是你我能左右得了的？给你透个消息吧，统帅部制定的反攻缅甸的方案已经正式被英国人否定。换句话说，有没有反攻缅甸这档子事儿，还是个未知数。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英国人认为，他们不是反攻缅甸当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不想为我们的利益做出牺牲。所以啊，我个人判断，反攻缅甸已成为泡影。这不可能。你呀，你就是永远都没有战略眼光，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人家用这句话劝我的时候，我还嗤之以鼻。你看现在，你干嘛非得逆流而上？我相信孙立人师长不会这么想。他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层怎么想。物资是中国抗战的血脉，这才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军官训练团上校韩少功求见师长。请问您有预约吗？没有。哦，那您先请坐，我会稍后通报。好。徐长官，张长官。Thank you.
是，师长。潘长官，师长有请。哎，